辣椒地素这个地先搞香啊，但是冷天里啊，现在侬想来清人工很颜色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像啥没个咋手通了，最贵一个，伊讲边浪向有点接鱼羊，鱼羊带现在呢，纯牛是清人工很颜色。我出生呢，就来绿区房，一直到小学五六年级，清人工印象呢，实际上蛮深的，很颜色像在屋里呢，各种兰桃、葡萄呀、树皮类。有些干部里向呢，那么再浪向么新闻。每周一歌，那么是书。那么李秋芳跟光给菜片呢有个几个人。第一个呢就是李秋芳开进比如高给他有扎街五爱堂。房子呢李家没精神的。来在第一开始于六进。那么以前呢在上五进的。那么给扎房子呢来在第一就是自贼大王，是一个民族资本家。最高的这个菜呢最白领上不上了手这个。那么带上海去走自贼，三千年当仗日呢今天的自贼才没的。最高的基本上挪华东地区手里有个自贼全部在弄断掉，那么手里接自贼刀啊。最白领董事直接最家居，那么给太房子呢就是最家居结婚辰光买个太房子。公司合营的辰光呢，搿套房子呢属于充公了。那么一直是做东欧丝织厂的窗口。那么到八几年的辰光呢，劳动政策搿套房子也还把最高的。那么最高的呢，就拨了当时辰光收最个福利社。那么福利社呢，又算挪搿套房子呢做搿种养懒鱼。最高的搿辰光呢，你是弄堂里向属于再给菜品的。抗美援朝的辰光，还捐战斗机嘞，捐飞机嘞。国民党的辰光呢？江桥的开始也推行金牛区，那么炮制江津国带上海来去帮各地资本家去改。那么像那种佛摩路的周白林，那么都有生根女子全部在做起来。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沈家的，沈家的呢除了虽然你是隔壁接沈之干接通人啊受这个经济，那么也属于金融资本家。那么那个咋样子呢，那门口里口口呢像啥不老实的，理想是还没精神的。吓得不得了！现在像啥门口的一把手说来，子也没人去。我三下子呢，数了44人，44人呢是像有三金，你44人对公呢是一位私塾先生，叫吴天如。吴天如呢，搿辰光不是丁丁像个头像党，天天呢拖着聂龙是搞起不祥。那么你李秋芳呢，隔壁头还有个乡邻，也是私塾的，是平和的，叫吴志安。吴志安呢，专门是财堂、陈业金、李玉波、浙江南花等，浙定山镇西、西宁关镇东、路通三宝。李秋芳开进人民路。搿辰光呢，不叫人民路，叫后龙岗，或者叫苏州话呢叫马东岗。搿搭呢属于一个头像党，介绍名字呢叫金森八，是读书直接快报纸。苏州呢有句来话叫县书一厅二十零，读书一厅金森八。金森八呢有张外叫妾子，搿辰光读书啊，侪放血了耶，咬擦虎、阴血、玉立血、血毛。金森八呢属于搿只血毛，害得不得了。乖乖的动，牙骨头动，白头动。两面面孔洞，下巴会得洞，耳朵会得洞，耳朵部是一大洞，耳朵部是该面洞该面不洞，隔浪洞隔浪不洞，你这样就不来事。但是不来事么不来事，好个辰光还蛮空。你还不是定定欢喜听金森八十四，那是个七二五一、安宫、三国、武松，金森八个辰光来说最红单少神都。你记得听见马路边浪人家来听说书，记得是金森八来说，马上停下来，随坐了马路边浪仰听。说书先生搿辰光也属于改菜片的。金森八带上海去说书，最说半个夜头，最来还买一套房子辣海沿江岸。那么有些人呢，随住到沿江岸去，沿江公岸近得不得了，最出去就是那么光耀书场、苏州书场上班随比较近。那么沿江岸呢？同时还熟知不得了说书先生的嘞，时代的徐云志、张洪生，全部侪属了沿江岸的。吕秋芳当中啊里呢，搿一类呢有一只民国洋房式样，搿个呢就是苏州南闸地的余地桥。在这辰光呢，余地桥、地板桥、地下桥，那么合并了一带。搿辰光呢，里向蛮精神的，而且我些辰光好友侪是隔壁乡邻来余地桥上班的，那么拿着余地桥里向个好用个片，那么一直有一种余地桥专门的摩托车，搿只摩托车队两下呢，会有一只是一只机台，那叫是一帮周密当方向呢，有只机台呢，帮周密拍一拍，骑摩托车的人呢，属于出去发地板的。那么现在搿块地方呢，一直机房了。余地桥门口的对过呢，有两口井，
搿两颗金呢叫双金，金搿个字呢来苏州发时期的，每高人家屋里向天井里向侪有颗金的，高浪向会有公用的金，有种呢双金，有种呢三只 K 四只 K 也有。金钱双金呢，还有一只故事，搿地方竖个一个叫叶家里，叶家里呢屋里向拆项目，辰光啥个煤油灯啊，不翻脱，不翻脱嘛。后宅呀，新四个一个小伙子的过来帮忙聚后，聚后嘛，发现的后宅挪个地西啊，三六十只大浪那身浪嘛，地杀腿啊，大家一来彻底拆片，那么当中挖口井，挖口井呢，就是纪念纪念这个因为聚后牺牲的先防队员，那么收拾与这口井解金席三井，吕秋芳在马四个房里出去呢，随到人民楼，有一张网店，搿辰光蛮多地收资金侪过去。就是一个叫蓝天里的售票处，旅行社、候车票、售票、飞机票，侪在搿只店浪向卖的。蓝天里的售票处马路对过呢，就是辣这里收租一只报纸叫月中馆，月中馆开个一只新产品市场叫登月市场，沧海桑田现在侪没了。李秋芳帮我些辰光呢，车票不是订到，就是我搿辰光租搿个台房子，现在变成一个算命的摊头了。葛末你下趟收租换个地方再对推去，再会。